今天要穿什么呢？今天穿什么颜色？宝贝，该吃早餐了。哦，穿上大红色的毛衣，和妈妈一样。我和妈妈毛衣一模一样。今天要带什么呢？今天带什么颜色？哦，带上黄色的蝴蝶结，和小狗一样。我和小狗蝴蝶结。穿什么颜色？亲爱的，早上好呀！哦，穿上粉红色的裤子，和老板一样。我和老板裤子一模一样。今天要带什么呢？今天带什么颜色？宝贝，去看棒球比赛吧。耶！哦，带上蓝色的帽子，和爸爸。情侣装，情侣装，哦哦哦，我们也一样，一样，耶耶耶，蓝色帽子最闪亮，这就是我们一家幸福的模样，这就是我们一家幸福的模样。啾比啾比啾比啾，订阅和点赞。